大家好，我是汤子维，英文名字叫 Johnny。我身高183，体重75，然后今年22岁。我是台湾美国混血，在台湾出生到小学毕业，然后去美国去了一阵子，现在在台湾2年了。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创作，我很喜欢听就是那种1950年代那种音乐，像 Frank Sinatra， 但是我自己弹出来的感觉是比较偏蓝调跟 funk。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是那种一天5-6个小时，现在没有那么多啦。那时候弹的练，整个练到手指都会破皮，但是现在手又长茧，所以比较可以耐一点痛。我喜欢女生类型是短头发，个性比较温和、开朗、外向，有点像郭雪芙那样了。我觉得她这个非常值得欣赏的一个女生。我自己私下会看一些美国那种英文的科幻小说，然后在一些中文书的话，我会看一些厨艺啊，或是旅游，因为我喜欢煮菜，然后也会常去宜兰啊，什么去爬山，或是去冲浪。我对未来期望就是可以多写词，然后创作音乐，最主要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创作的东西。然后我现在自己在一些餐厅驻唱，希望有空的话，就是大家也可以看来表演，欣赏音乐。